保罗的平行世界，捷运经验。坐在捷运列车对面的辣妹，一会儿对您含情脉脉，挤眉弄眼，一会儿又对您杏眼圆睁，咧嘴龇牙，但您却正襟危坐，不敢造次。原因是：一，老婆在您身旁虎视眈眈，您不敢乱来；二，帅哥坐您旁边，你心知肚明，辣妹不是对你，是对的；三，她男友随时在侧，像探照灯一样扫描车厢；四，她正在打电话，完全投入；五，您正在玩粉碎糖果 Candy Crush Saga。